应该说要那时候应该要手出手啦，因为我们大家看到广告就是我们有分平面啊，有花絮啊，所以我们会比大家想象见面的次数还要多。对，然后又加上还有来上我的节目嘛，但就是很谢谢屈臣氏，让我们就快速。我们不是慢慢变好，是快快变好，而且就变有你真好，然后就直接可以接档这个有你真好。对，哎，不然会心虚耶，跟一个不熟的人演什么有你真好，会很尴尬，好像会有一点怕害羞，对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个人是这样哦，我有一个怪癖，我非常喜欢贴贴纸，即便呢我用不到，我都会把那个贴纸贴得很整齐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有时候贴满，想说，哎，我有没有需要的东西？有就去换。没有就贴纸贴得很漂亮，我也很开心。我有选择困难症。哦，okay, okay. 如果是我极点，我就会觉得那干脆如果可以，我就两个颜色都保色。所以你反而有点收集癖。我反而是这一种。那老公他不太会下厨，很少很少，略调味啦。就我还这个点我还蛮感谢的，因为我不需要去担心我的另外一半的健康。当然是因为爱运动爱美，但是很好，就让他和我都吃得比较简单。对。他有时候是包给他认识的人帮他做，就是像月子餐一样的概念。就现在有很多健身餐的人，他们都是这样配合的，對對對，好有毅力哦，哎，很多年了，而且那个吃到最后不会觉得都吃一样的。而且你知道多有趣哦，他就是吃的东西就是我的狗都能吃，所以他们还可以一起吃饭。甜蜜哦，还可以让你一口我一口，很浪漫，很浪漫。然后他们的感情就一直加温，对。我觉得那张照片就看得出来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都看得出来口罩底下的情绪。而且那个很特别，是因为可能我们一直很想约，然后就一直约不到。可是一见到面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不讲话，哎，就抱了应该有一分钟哦。啊，好可爱啊！就不讲话，然后就觉得很甜蜜，对啊，很开心。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哥。教了我们很多事情，珍惜这两个字当然不是发生一些事情才在说的。人嘛，不小心我们会太可能冲在自己的梦想啊、事业，甚至是玩乐，对。可是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？然后最重要的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，就像你说，宇宙有他的安排啦，每个人的过程，但就很谢谢他，把很多的温暖留在我们心里，然后教会了我们很多最重要的事情。对，我有。其实我跟他的相处比较短暂一点，就是活动上面的接触。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然后他是一个会把他的快乐分享给别人，很大爱的人。我觉得他很大方，他会把他正在遇到的困难和不足。然后跟身边的朋友彼此鼓励，对，他是一个很棒的人。